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Alice。我现在人在日本京都，给大家，因为刚刚在路上有看到有一台马自达 CX5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后面这一台 CX5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规格有没有跟台湾不一样。它这个轮胎好像不是19寸，它是17寸左右，17寸头有。19寸轮胎，内装好像跟台湾一样的，外形也一样，因为 CX5 都是进口，真的要这么说。给大家看看内装会有什么不一样，内装好像都差不多，大同小异。CX5，应该是旧款的上一代了。好，先这样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然后过马路。好，拜拜。